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14日。明天开始厦门全员核酸。晚上我陪亮哥到厦门的中山路去做核酸测试。这条是厦门的大中路，两边的商场都已经很早就关门了。往日熙熙攘攘的大中路，今天特别的冷清。这条路直着往前走就是厦门的中山路了。可以过了吗？我们仅仅晚了一步，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当天的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了，现场只留下医护人员和志愿者，向这些工作人员致敬，辛苦了一天，明天会是更加忙碌的一天，保佑厦门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次疫情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好，你们又在用这儿啊，喜欢的抓紧过来啊。